跟住左啊，啱啊，而係傳送咗過嚟呢個灰暗沉嘅神秘空間啊，喺邊層呢？有冇床俾我上去啊？但未見到啊，咁啊，行嗰邊探索究竟至得。佢追翻我土豆啊！采花茶。是不是你偷啊？是不是你有偷啊？咦？不见喎，但冇带在身啦，唔通摆低咗？但头先我睇到冇喎，难道隐咗影？仿佛吓亲。怪合一之回，放妹咯，唔通系个忍者识放飞剑？哦，飛鏢客，哎呀！俾佢當作一個成龍快勢啊，展開攻勢啊，嚟招左兜右彎處，唔講咁多，忍唔住啊！嚇，佢仲會搞到分身不暇。
变成散弹枪啊！避开的确唔容易啊，专注翻先。咁多口述攻略啊，小心使盡力啊！要去找齐那堆危险物啊，解除机关的威胁啊！周圍冇其他人干涉喎，咁擺去邊呢？好彩唔係跳字標，冇聯想到計時器，得我條前炸彈包到成支炮竹疊起，我業長撞。不過唔係，有個蝴蝶結嘅咩？因此錯啦，嚇得我啊！係堆蛋卷啊！哇，正嘅蛋碎啊！哎呀，整污糟啊，難做嘅噃。
哇，咁佢割得厚啊，好考技巧喎。啊！而家先係啊，好考技巧咯，收齊啦，曬啦，執好環境。嚇得我以為乜嘢添，好彩唔成危險，冇見到血流成河啊！唉，我都冇。吃怪咁滯嘅，咁滯嘅，有啲按鈕唔得掂啊，斬不斷啊，尤其是堆積如山啊，當瓦片遮頭，唔係啊，冇嗰只雀吱吱叫。又唔喺度啊！霸住街燈柱嘅，未上嗰個升降機關戰起，喐嚟唔切，點換字？喺呢段關係咧，咪傻啦！做唔到嘅事，邊處有把握？咁咁多，彷彿幻想嚟啫，徒勞無功啊！何必問啊？唯有老實人，探知一間究竟啊！哦，原來五年係水事啊，因為第樣嘢啊，終於，唉，未衰喎。匹夫有責，指引話卒之搞掂齊曬啦，冇曬影響。我逃之夭夭，走去呢邊，怎知道喺個狹窄空間啊，都有個危機添。好彩跟上時間，唉。氣來氣喘，翻去唞陣先，就係去休息啊！陣間接著下一個項目。